当地的老百姓来家里庆祝我们新家落成。我们六个人从第一天开始到现在的经历过很多的起伏的变化，通过这个过程都一起成长了，也一起变了。这四个地方呢，让我理解这个文化，也理解了自己。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漂亮的房子。漂亮的房子，周日22点，暖心收官。简单生活，回归美好本源。本节目由夏普智能家居冠名播出。